接着我们看一下哈，为什么要使用 OLED？ 所以第一个呢 ，OLED 它的一个 emission 啊，主要它是自己可以发光的，然后它对比跟它的 dark level 就是对比以及它的很暗的一个 level 呢，同跟 CRT 是一样的，所以它可以做到全黑跟全白的，所以它的对比可以大幅的提升。那 LCD 它本身不是一个发光的光源啊，所以它的因为它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把这个光全部遮起来，所以它的对比是有限度的。好，对一个，那它的 moving image 呢？好 ，LOLED 它可以快速，非常快速的一个转换的时间。那 LCD 呢？它是靠这个液晶分子的转动的，所以它的反应时间会比较慢。所以 small response time 呢 ？LCD 呢 ？cell。那视角呢？它没有视角的问题 ，OLED 它完全是 no mu angle dependence。没有视角的问题。那 LCD 它的对比呢，跟它的色彩 are viewing angle dependent。LCD 它的对比跟颜色呢，跟视角会有一些关系啊，主要是 LCD 的关系，一千分子的关系，可能到非常接近180度啊。那耗电量呢 ？Power consumption 呢 ？Low-end LCD 呢 ？For video image 呢？Pascal breakthrough 呢 ？With new material dial structure， 它的耗电量是很低的，比较低的 ，low power LCD for video image， 有可能突破新的技术、新的材料呢，以及它的结构，会更改善了。就是说，它的材料呢 ，OLED 材料基本上会一直在更新，就是一直有新的材料出来，所以它的耗电量呢。它的效能会大幅的提升，然后耗电量也会降低。然后它 foam better 就是封装之后它的一个 better 呢，它的封厚度呢可以小于2mm 啊，因为它需要配光源，所以它的这个 foam better 可以很低。然后 LCD 呢啊 for two 对两寸的手机呢显示器也可以5mm 啊，对大尺寸会到10到30mm。所以这个大尺寸可以说是非常的厚。那当然，这个是稍微旧一点的，它会现在已经够到可以改善的。然后它的 performance， 你可以看说呢，它的这个亮度呢，轻薄，轻薄当然是轻，对不起，这个亮度呢，以现在来讲，这两个是差不多的。所以可是呢 ，OLED 它会大幅的改善。那轻薄啊 ，thinner design 呢？thinner design， 你看对这个 OLED 来讲呢，你看它这个更薄，因为它没有背光源啊，然后更轻，所以没有背光源更轻，所以这个是适合做这个手机的应用。所以这个就是这两个优点呢，使得 iPhone 呢会采用 OLED， 你看它更轻，没有背光源更轻更薄，而且省电了，也是很大的功能。然后解析度其实这边会到提升的，然后寿命其实是 LCD 是过剩的，就是以解析度呢跟寿命来讲是过剩的。那耗电量呢？耗电量其实这个 OLED 的耗电量是原本要比 LCD 还要小，然后你看对比的 OLED 也是过剩的，然后颜色的 color fidelity， 然后这两个是差不多的。然后反应时间 ，OLED 的反应时间呢要快很多，比 LCD 要快很多，然后视角也是好很多，所以你看这两个优点，这些优点，它 suited to TV 呢 moving picture application， 这几个优点，视角啊，反应时间呢、啊，连 color fidelity 的、对比啊，这些呢，这些优点呢，使得这个 OLED 也适合拿来当做一个电视。你看现在 OLED 的电视其实也是蛮多的，只是说还是蛮贵的。然后你看它的一个成本 ，OLED 对 LCD 的成本 ，cost conversion， 你看 long flexible display， 它 LCD 是不是
适合做这个 flexible 可挠式的。你看 cost saving， 对不起，对非可挠式的显示器呢，cost saving potential OLED 可以比 LCD 到底省多少呢？你看 color filter 省15%，然后背光3%，然后组装的劳力呢少2%，然后其他材料呢，potentially low， total cost saving 呢 ，already 呢 about 呢 30 呢 to 35%， 好，所以可以看出这个太可以节省的很多，好，这个是 TFT LCD 的一个结构了，这个成本的结构，你看作为 TFT matrix。还有 color filter 15%啊，驱动电路10%啊，背光13%，像其他的材料，还有劳力组装，好，哦，那对可挠式呢？可挠式的 OLED，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就是它可以卷曲的，哦，也就是说这个显示器是可以卷曲的，哦 ，cost saving of OLED， 哦 ，with respect to LCD， 哦 ，considering high， 所以是可以省更多啊。对这个可挠式来讲，利用 OLED 来做会省更多，哦，所以 flexible backplane at the same cost for LCD 呢 ，and OLED， 哦，对这个 LCD 跟 OLED 来讲呢，哦，你的可挠式的背板的部分呢，成本是一样的，哦 ，OLED 呢 ，back end 呢 about the same 呢，哦 ，about the same 呢 ，for non-flexible。那 LCD 呢 ，back end higher cost for flexible， 比如说它的 cell gap control 啊，背光啊，机械的部分，LCD 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back end 是它的组装了，组装跟对 OLED 跟 LCD 来讲是一样的。所以可以它的一些特性 ，OLED 对 LCD 的特性啊，你看现况这个是很久以前的，那 future potential 将来的可能性啊，所以可以我们看说它的 size 其实可以做非常大的啊，所以你看 OLED 的 size， 你看对蓝色这是 OLED 啊，所以你看它的解析度啊 ，pixel density 啊，还有对比。以及它的亮度，它的 maximum brightness， 它的 sunlight visibility， 在这个太阳光底下，它的一个可读性，你可以看说呢，其实这个应该是 OLED 会比这个是应该比较久 ，OLED 应该是比 LCD 还要具有可视性，然后它色域 color gamut。所以，它的 range， 它的视角其实是 OLED 是比较好的，然后反应时间也是 OLED 比 LCD 要好，然后耗电量当然是 best 比较好的，就 OLED 是比较好的，然后 thickness 它的厚度也是 OLED 也是比较好的，然后 rigidness 就是。你的坚固的程度，坚固的程度这两个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然后寿命 maximum uptime LCD 是比 OLED 还要长，主要是 OLED 它是分子的东西，而且是很怕水，它寿命稍微短一点，然后 cost OLED 呢是获胜的，所以以上这个你可以看出 OLED 的优点，这个都是 OLED 的优点。那看未来的趋势，所以我们比较 LCD 跟 OLED 呢，可以看出它们的优缺点，发现 OLED 优点已经大于它的缺点了，所以而且现在的电视、手机越来越偏向 OLED， 所以有很多的人呢也预估呢 OLED 将会慢慢胜过 LCD， 尤其是手机方面，所以现在都采用 iPhone 都采用 OLED 嘛。所以 iPhone 屏幕近年来也使用 OLED， 在手机方面呢能这么成功呢，主要是因为符合现在行动装置的发展趋势，所以行动装置呢，由于需要随身携带，所以要做的轻薄，
且现在大部分的人呢都用手机玩游戏、看影片，所以这也让对比度呢响应时间的需求更高，所以整体的趋势都符合 OLED 的优点，所以这个是就是它的对比反应时间呐、啊，还有它的也是省电嘛，很重要省电。所以 OLED 的缺点就是它的寿命的问题啊。那其实有些人现在已经2到3年换手机了，所以根本没有达到荧幕寿命的上限，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已经提前换掉了，所以寿命还没到他已经换手机了，所以这个寿命对 OLED 来讲它并没有那么严重了，而且有烧屏的问题其实也很少发生，毕竟手机不会长时间持续一个画面太久。而调光方面，其实大家也很怕伤眼，但其实其他手机也有蓝光的问题，且大多时候也不会有频闪的现象，就是会闪来闪去的。这次的 OLED 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那接着我们看一下 OLED 的应用。好，这个是 LG 的做了一个大电视的 Curve 啊，弯曲型的。所以上次我们介绍过的，好，其实现在可以做更大了，有77寸，好。那 evolution of OLED application， 所以你看可以从早期的，啊 readability 是比较低的，好，它刚出来的，然后它的 size， information density and display size 也是非常小，像你看这个 smart car 啦、啊、intelligent label， 这个都是非常小的，好，还有这个 gain 啊。跟 Audio 这个显示器，所以你看还有这个手机的四面板，就是它的背板的部分，然后还有做这个 PDA， 你看做这个医疗，还有消费性的电子产品，还有你看 Whiteboard， 所以这个也可以做一个显示器的，就是，然后呢，现在比较新的做一个，你看笔电，现在 OLED 的笔电现在也普遍了，像你看像 O。华硕就有一台 OLED 的笔电，好，你看它有个电视，好，所以这个是那几年前的这个一个图片啊，这边整理出来，几年前像这个就慢慢实现了，然后汽车我们等一下会看，也是用 OLED 来做的，来照明，白光照明，好，所以你可以做一种透明的白光照明。就是说，它不打开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玻璃基板，然后打暗的时候，你就看到是一个白光照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炫的噱头。好，所以早期的这种被动式呢 ，Passive Matrix OLED 或是 PLED，Polymer LED。Products on market， 在市面上，你可以看这个是 gain 啊，你看，Dual-tech display， 好，所以你看这个手机的市面板，你看这个都是啊，然后这个汽车的音响，那汽车的音响，你看这里都是做后面的，或者说你用放在前面这个。手机的显示，然后这个飞利浦的光刀啊，这个都是的，这个是利用 OLED， 所以它这个早期都做，你的规格尺寸都没有那么好，所以只能用在这个小尺寸啊，手机上面这个小尺寸啊。我们看这个是双面的 OLED， 可以做成双面发光的，这个有个影片我看一下。这是早期我去光电展，那美国开会的时候光电展，没关系，这个影片有，这个影片我这里有，在我电脑里面。
这个车子的奥迪的车子，最新的 A8， 可以看出它这个车子做得很漂亮，这个头灯，然后这个尾灯它现在做的是 OLED， 真的里面真的非常漂亮，很炫啊，就是这个是真的很炫的一个车子啊，下次如果在路上没有看到，你特别注意一下。它在这个室内的车内这个显示呢，现在都用这个 OLED 做的，真的是很漂亮。你看它那个头灯、尾灯的结构，所以可以看说呢，那基本上它也是一个 OLED 啊，所以你看它有这些结构啊。看这个 OLED 它是一个 matrix 的 OLED technology， 就是一个点矩阵式的 OLED 的技术。所以这个都是德文的，这个你看这里有看一下，你看这个是一个封装啊，封装。Incorporation 封装的，一个电子注入层，然后电子的传输层，一个发光层，另外一个是电动的传输层，电动的注入层，你看还有玻璃基板，上下会有玻璃基板，然后你把它封装起来，然后 after 光就出来，你看这个是阳极 ，anode transparent， 你看这个是 cathode 阴极。所以这个跟我们讲的这个结构 OLED 的结构是一模一样，都是它的结构就是这样子，所以它可以做得很漂亮。这个尾灯真的是可以做得很漂亮。这个有空你们可以上网看那个影片，这个就比较讲。然后这个是 flexible display，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可挠式的。这个是早期做的一个影片啊，这个都非常很旧、很早的技术了、啊，现在都非常新的。你看可以做一个卡片，电子卡片，看旁边这个都是控制它的显示器啊。你看从一个洞啊，一个，然后一个 color， 上面这个是一个 color。Go 就是 get 在控制它的开关，然后 current 就把这个讯号送进来，所以它是装在下面的，所以它是 get 在旁边，然后讯号是每一行的扫描，然后你就把这个讯号送进去，然后你再戴在手上的，这个显示，然后这个软性的 flexible display 软性的基板，电子元件的特性，所以安全性。轻薄隔卷区啊，收放啊，耐摔啊，省电啊，然后可依需求呢，适度的弯曲符合光学，可使用 print， low 土豆成本较低，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找一下这个影片来看一下，flexible display， 这有些影片各位在这个网络上都可以自己找。这个是可卷的，你看将来这个是折叠式的手机，可以卷的。好 ，foldable 你看可以折的，screen work。这个神兽就是要主推这个可折叠式的，这一只手机听说是便宜，已经快要5万块了，真的是蛮贵的。它使用也是 LCD screen， 你看一个玻璃基板，
上下的一个波及基板，然后中间就有 LC 的易经的显示，你看 OLED 的 screen， 我用也可以用 OLED 的 screen。PS4 只要两千块美金，2000块就要6万块，真的是很贵。他说不要买，因为太贵了，去了2000块真的是太贵了，2000块都比 iPhone Pro 要贵。我做起来是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真的是很漂亮，很炫。好，这个是可挠式的，这是你可以看的，这个是 Facebook， 看，哦，这个也是神送在这个 Flexible OLED Display 真的是花了很大精神跟力气做这个研发，也做得非常好。这个跟刚刚一样的，这个都是一个显示器，所以你看这个神送的它的一个概念 ，display 的概念。折两次，哇，好炫，很漂亮。
种 OLED 真的是就是韩国很就神送的东西，就真的是都是他们在主导，连日本人现在都做不赢他们。这样可以收起来。我们在2021年 CES 哦，这个 Las Vegas 最新的一个电子这个展示显示器展，Las Vegas 的电子展，消费性电子展。Flexible 可以折起来，好，可以明显它的可吸性大幅提升，但是三寸的这个笔电，还有17寸的，你看这个游戏的，啊，好，你看 ThinkPad 可以折的这个 ThinkPad。做的17寸可以折的，17寸可以折的这个 OLED 片，好，你看可以折3万次的，折3万次都不会坏。这个东西真的是他讲的这么好，就是可以折这么多次吗？这个。看这边折来折去做一个测试，你看两万次，一直折，不会坏掉。好，你看20万次的，哇塞！好 ，OK，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啊，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概念。看这个 Flexible， 这个也可以看，这网络上很多影片。好 ，Flex Enable， 看这个都是可挠式的。有一个弧度的，好，这个都符合人体工学的，好，你看这个都弯曲的，一个卷曲的，这是一个手表，所以以后手表会可能会越做越大，会戴在你手上，可以随时可以看，就比你的。哇，可以卷，大力的卷的。好 ，rollable 呢 ？spread 啊，可以折来折去的。
我们这有一影片，我们在办宣传。是弯曲的手表，这个神创下做很多，6.4寸的 Flexible 6.4寸的。看 Los Angeles November， 这些都是一个可能是这个在网络上这个影片很多，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技术还有市场的趋势。好，所以这个是它的 No Map。好，所以你看第一代呢是比较旧的啊 ，Pessimist OLED are of limited industry。好，就是 interest。好，所以是它的大家对它没有什么兴趣的，就是说它的一个显示的效果，就被动矩阵、被动式的 OLED 啊，它显示的效果真的不是很好，所以大家没什么兴趣的。你看都小于4寸，然后220奈的。第二个是主动 ATmesh OLED could replace LCD， 主动的 OLED 可以用来取代这个 LCD。你看 ，low material cost 啊。快速的 fast response， low weight and thickness， low power， 你可以看出这一部分，其实这一部分现在已经在进行式了，就是在手机或是电视上面，这个现在很多 OLED 已经都用取代 LCD 了，然后是 plastic substrate will follow， 你的这个塑胶基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塑胶基板，它可以 conformable display， 还有一个 flexible display， 就是它是可以卷曲的，卷曲的。刚刚我们看了一些影片的，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很快就会来了，就是即使已经上市了，就是刚各位同学看的这个折叠式神送折叠式的手机啊，这个不便宜，一只要2000块美金啊，真的是太贵了。那你看第一个 stage 是2004年，看。Unit volume of production， 它的制造的产量非常小。Acceptable performance for some products， 就是它是一个可接受的 performance， 对某些产品，就是说它还是没有那么好。然后是 relative high manufacturing cost， 它的制造成本是相对是高的，因为它的技术刚出来，那产量也非常少。然后第二个 stage 在2007年，它的整个效能呢，performance 呢 competitive with LCD， 它整个效能呢已经比 LCD 呢非常接近了，已经有竞争性了。然后你看它的 cost competitive with LCD， 它的效能呢以及它的制造成本呢，已经跟 LCD 可以有竞争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在2010年啊，你看它的效能超过了，已经比 LCD 还好，然后 cost 也比 LCD 还要比较低了，所以这个当然进入到第三个 stage， 你的效能比较好，你的成本又低，当然就取代效果就会出来了。所以第四代它的效能 low efficient OLED，
Model Efficient 制造 Manufacturing 它的制造效能很低，发光效率很低了。Normal Driving Circuit 就是它的一般的驱动电路，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早期它的驱动电路做得非常大，就是还没有进化。然后第二代它的 Efficiency 它 Efficient OLED， 然后就是它 Efficiency Manufacturing 它的效能也跟制造呢都大幅提升了。然后先进的系统的 Integration。这个封装的技术，包含它的显示晶片呐、都大幅提升了，所以你可以看说 OLED 的 strategy 席卷。好 ，small molecular material 啊，所以它需要呢真空，小分子的材料需要真空，真空的处理。More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 gain 就是。更多的得到更多制造的经验 ，more mature material with long lab time， 就你可以得到寿命更多的这个材料，然后也更成熟了。然后你看 phosphorescence material available 就是你的这荧光的材料呢，现在也变得更充足了。好，你看 button 你可以从 button emitting 从下面底部出来的，你看它需要的是 transparent anode technology mature 啊，所以就是说透明的阳极基板它是非常成熟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ITO 的玻璃基板是很成熟的，然后 pixel electronic 的 reduced aspect ratio 就是 pixel 每一个 pixel 它可以减少它的一个对比 actual ratio aspect ratio。我们刚刚讲那个话术了，就是你的控制的电子越小，它的话术的可显示的面积越来越大。然后你看 base matrix， 被动式的矩阵它是一个简单的 electronic array structure， 包含的是 high voltage 呢 ，power needed， 然后 for the high resolution， 对高的解析度，它需要比较高的电压以及功率啊，然后玻璃基板 great substrate 所以。Greater use of traditional LCD process， 它需要比较大，这个玻璃基板需要 greater use of LCD， 会大型化制造呢，会利用到这 LCD 的制程技术。然后玻璃呢 ，glass 呢 protect OLED material， 玻璃会保护 OLED 的材料。然后 limited benefit of thinner 呢 ，than the lightweight 呢，就是。非常薄，非常薄也非常轻啊。然后 ，flag obstruct of all drop， 啊 ，flag obstruct， 所以你的任意的丢啊，可是它也是非常坚固的。那对 polymer 的 material 来讲呢，它可以 can be dissipated at atmospheric pressure。在整个大气压就可以被增度，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不用抽真空你就可以增度了。然后你看 better 呢 ，for low to low 呢 processing 可以卷曲的。然后你看 low operation voltage 低操作电压 ，phosphorescent material are not available， 就是你的这个荧光的材料呢还不是非常的充足。那这个线应该有改善的，然后它是从这个 top emitting， 从你的 top 上来的，从你的正上方上来的，然后是它是一个 transparent crystal technology 呢，is immature， 所以就是阴极透明的阴极基板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了，所以现在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主要阴极它主要用的就是一个 metal 的材料，所以就是没有那么成熟，那你如果用ITO 基板从阳极出来就是 button 这边出来，你就可以做到这个透明的显示。然后 pixel electronic block 来允许，你要从上面出来，它从上面出来，所以你的这个电子就是 TFT 的，主要是讲薄膜电晶体的部分，它不会挡到发光。你看还有这个 ATM matrix， 你看就是 challenge TFT array fabrication， 你要做主动呢。比较困难，就是说呢 ，TFT array 怎么样去制造，然后 no voltage 的 power needed for
还有的是如此、啊、你看它 potential 对 smartphone 来讲它是非常有利的，好，那你可以利用在做成这个玻璃基板的，对不起，可挠式的塑胶基板，刚刚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可挠式的显示器，可卷曲的这个显示器，所以它是低温的，低温的 process needed 的，然后是 plastic， it's porous， 好，做 powerful element， 就是塑胶这个是 porous， 然后对抗这个很容易破坏性的这个成分，就是说它也要把它封装的很好。然后减轻 reduce weight and thickness， 然后你看它可以 resistant to dropping and striking， 就是你任意多丢或是撞击 ，drop 就是丢啊 ，striking 也是撞击，就是你看你可以非常可以抵抗的，然后一个 enable comfortable display， 可以来做这个 comfortable 可以卷曲的这个显示器啊，所以它这个部分呢主要是这个多高分子。高分子的它的一个立基产品，看说，所以你看这边呢，主要是你可以比较低温多晶系 low temperature polysilicon， 那 amorphous silicon 或 oxide TFT 对这个 AMOLED， 你可以看出它的 mobility， electron mobility， 你看这个是非常好的，低温多晶系是非常好的，然后你看这个，所以这个日本为什么要建低温多晶系？主要它的 electron mobility 非常好嘛，然后那个 amorphous silicon 很 poor 的，然后 oxide TFT 大概是 good 的，所以 amorphous 比较没有那么好，然后 uniformity 就没有那么好了，然后 amorphous silicon 是 excellent， 所以你看 oxide TFT 呢 good with amorphous type， poor with crystal type， 你看来你看这个 stability 它的稳定度最 excellent。然后 amorphous silicon cool， 后面这个也是 cool， 基本上是低温多晶系比较多人在比较厂商在使用的，然后你看它的尺寸可以 limited to 14 inch， 小于这个40寸，那 amorphous silicon 就会大于100寸了，然后 potential process temp， temperature 你看它必须呢大于400度，那 amorphous 大概是300度 C 就可以了。然后它的成本 cost very high， 你看制造成本，它的成本非常高了。amorphous 比较低啊，那 availability 哦 yes， 现在已经有产品了。我们来看 amorphous can demo for AM OLED， 你看这些，然后你看 announced by the Vitek Display and the IGNIS， 你看这些2011年，然后它的 challenge， 它的挑战呢是 uniformity cost。还有这个 scalability 的大型化的量产，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比较注意到这个低温多晶系的部分，所以看这个市场趋势，你看现在大概是2020，这个是在已经是在成长的趋势，然后照明这已经可以了，然后大概这些套效率也是大幅提升了，你的厚度大概 1.5 个 mm 啊，这个是其实是。1.5 millimeter 这个是很薄的，那你可以做 flexible 可挠式的、啊，还有透明式的、啊。你看这个 inkjet 可以喷墨的，好像印东西啊，你看一个这样印 ，RGB 是印出来，好，那你可以印出这 RGB 的 pixel 啊。你看这个是全球的主要厂商啊，那现在这个台湾这个现在几乎是有呆宝在做的。那其他这个都是韩国才是最大宗的 ，LG 啊，然后神松 Display 啊，那北美这些也是有一些，那量产的能力基本上还是韩国是获胜的。好，你看这个 OLED 在动态发展，这个各种你自己看就好，这是它以前的历史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这里就不讲。然后这个还是在。它的 revenue 呢？你看 LCD OLED OLED share， 你看它所占的比例呢 ，OLED 越来越高了，已经，你看到现在2020年36.9%了，你看很快就会40%了。OLED 所以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然后电子纸的比例，所以这个也是电子啊，在各式各样的应用，
这些被动式 OLED 啊，其他的 AMOLED 啊，还有 OLED TV 啊，这些哦。对，还有 OLED Lumini 啊，看它的一个材料，材料也是啊，看这种哦，传输层啊，电子传输的电子注入层啊，还有发光层啊，这些 RGB， 还有 White 啊 ，Emission Layer 啊 ，White Blue RGB 啊，你看材料也是在成长。电视 ，OLED 的电视现在是在成长的状态。所以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 conclusion， 好，材料 material performance is improving rapidly， 就是它 rapidly， 就是它的材料的效能已经大幅的改善了，好，然后你看这个寿命跟 efficiency need more work， 所以这个现在其实一直在进行，所以也是大幅的改善了。那 product cost present greater challenge， 制作成本要怎么样大幅的降低，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要透过 throughput 啊、software area 或 yield 啊、uptime 啊这些，你看，然后你的 capital cost for TFT array agreement， 那 driving 的驱动电路这些，你要透过这些来把成本降低了。那 innovation is still needed， 你要更创新，包含这个材料啊。还有话术的结构啊，还有制作的程序啊，然后都 turn pathway to new device， 然后说发展新的一个元件，然后。